们的脚变鸡爪了。预备，开始。师傅吹了呀！师傅吹下去了，他已经翻白眼了。他可以的，是澳本团女演队长队长，叫了阿本，叫了阿本，阿本为他是最快的，为师傅来安全的，听师傅，想哭就哭，无声无声，好，多少？33秒，哎呀，师傅他叫出来的那边是什么器官的问题？他这边是肾脏，肾脏。阿本，不是我要管你，一个男人肾不好跟太监有什么两样呢？我看你干脆表白了，这恋爱的葵花宝典好看。来，一杯 ，Go！ 忍住，忍住 ，Hold 住好吗？你出点力嘛！哇塞，怎么了？他看到天帝了，师傅，师傅他用胜过多，继续往前走，他要出声，有没有看到光？对，跟着光走。哇啊、太弱了！几秒？14秒、啊。所以这么毋庸置疑，阿本队获胜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，师傅，刚刚尖叫那边是什么地方？膀胱无力，膀胱。贵就贵，不要跟狗一样乱滴尿哦。好了，来人，帮他买个尿布啊，也是买成人专用的那种。好了。看下一关比什么来 ？Go！ 命运，这一关是什么样？这关无关你什么实力，好不好？来，是看你。我们这队很明显，命最好的就是王。命最好的，王子贵族命，对，定赢。那衰贵族那边看起来都很衰的感觉。所以你要选谁？小马，小马，对，小马。大家看这个戴眼镜这个感觉，命好命哦，命运。那我来克他吧。好，来，那两个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加油，我们加油。要比什么？我们先来看一下比什么。比什么来看一下？真好笑。不把气球射破了才是命运的赢家。哎呀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一关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有气球。俄罗斯的。然后呢，每个人可以掷一发，砰砰。砰破的那个人就输了，每砰一枪要跟一个人道歉。对。这辈子有害过谁或什么的。哇塞。好的，来。先道歉，道歉。我要先跟制作单位道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道歉？第一届都不好笑，都不讲话，对节目没有什么贡献。但是第二届，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我有努力发话。对，真的有一些，他都讲真的。对，我突然舍不得你按了，不要再把所有的人按了，快点。好了，那就来喽，王子，一、二、三。没事，就这种没事，成年的小孩不是得人疼。对啊，那就换小马。衰鬼来了，衰鬼来了，那讲一个。那我还是跟制作单位一样，你少来，没有，我跟他不一样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讲？第一届不讲话就算了，回来第二届也不讲话。对，真的还好，如云出现。